我又测一测，发现其实，啊，测一测好像又，哦，测一测发现就是你在拍摄照片的时候，你如果开启。那我测试了一下，就是你在追踪模式，如果你在拍照模式下面，它其实追踪是每秒120格的去追踪，所以你的影像追踪的那一个点可以比较。30